昨天的样衣给他们在做了嘛，样衣做好以后，他们现在那个工厂刚刚手上的在扫尾嘛，就是一个这个工厂里面就可以先两层楼的先可以插进去做，到二十号的话，你两个厂差不多二十号前期都要全部要开户了，这个月二十号。两个厂就是三万件能做得出来吗？啊，等一下，反正肖总也。三万件这样，我肖总那个叫什么？肖总我下午还叫他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深圳那个牌子，深圳那个牌子的去年住户的那个款式，他说很复杂的，我叫他带过来我们看一下。他说住八件的话，那就三木的那些衣服啊。三木的样衣我叫带过来看一下，他说三木的衣服去年他们做的时候就做不到八件一个人。